我的座右铭就是活在当下，活在现在。那是对拉丁语来讲，拉丁语来讲叫做 carpe diem， carpe diem， 英文就是 living in the moment。啊，这种意思就是说你要抓住今天 ，seize the day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能活多久，今天我们能够活的，我们就要尽量的把握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尽力去完成未做的事情，我们就要赶快做。我到美国学校去演讲，视力保健中学，他说美国学校啊，我也带我们的护士礼拜六礼拜天每一个社区去做眼科免费的检查，那时候还没有健保，我就做这个了。